去农村亲戚家做客，大姐做的一道茄子，风味独特，味道非常好吃。这个茄子的做法很少吃过，味美下饭，饭馆都吃不到。和大姐请教了这个茄子的做法，回家做给家里人吃，家里人也觉得很赞。下面分享下做法，看看你喜欢吗？乡村茄子材料：茄子500克，尖椒5个，香菜一把，油盐适量，葱一段，姜一片，大蒜二瓣，酱油一汤匙，淀粉一汤匙。做法一：准备好食材，摘洗干净。二：将茄子切成长条，撒上少许盐，拌匀腌制10分钟。这样炸制时，茄子就不会吸收太多的油。腌制好后，将茄子沥净水待用。三：将尖椒去籽，切成条，香菜切成两段。四：将小碗内加入水，加入淀粉、盐、酱油，搅拌均匀。调成勾芡的汁，盐要少放。腌制时已经放盐了。5，锅加油烧热，下入茄条炸制，将茄条炸至茄边微红，捞出控油。6，将尖椒条在油中过一下，捞出控油。7，将锅内油倒出，留少许底油，下入葱花，姜末爆香，下入炸好的茄条和尖椒条翻炒均匀。8，下入香菜段翻炒均匀。9，淋入调好的汁勾芡，待汤汁变得粘稠，加入蒜末翻炒均匀，关火，盛出装盘即可。喜欢雪儿的文章，别忘了点赞、收藏、转发哟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发表您的看法，或者分享您的做法。欢迎关注雪儿小厨，每天都会发布原创家常美食的做法。